为此，我们打造了全新的图标和界面体系。我们相信，每一颗图标的背后都是一颗星辰，带人们去探索不同的世界。我们一直在思考那些超越美学感知之上的，能够给人们带来更多线索与暗示的图标体系。现在错过的电话和短信会灵动地提醒你。 使用过的便签和文件有了真实的痕迹，闹钟和日程也有了新的提醒方式，甚至阴晴雨雪、春夏秋冬都能随着自然交替变化。我们知道，任何单一的表现形式都无法满足所有用户的喜好。在 OnGOS 中，每一颗图标都有4种截然不同的形态。 在保证识别优先的前提下，每一颗都个性鲜明。当然，不止图标，在 OnGOS 界面设计中，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时间线设计。我们坚信，界面不应该是静止用于用户欣赏的，它只有在时间的流转中才具有意义，才有了帮助用户解决问题的能力。于是，我们将常规的界面设计与动效设计加以整合。 并进化成了时间线设计。这是一种将美与力量蕴含在每一次触碰之中的全新设计体系。 它通过一段时间内界面的整体表现，让数字时代的界面又重新产生了价值，从而让那些生活里久违的感受，以一种立体的方式又再一次回到了我们身边。